同今天欢迎收看八月七日礼拜四的蓝天新闻，我是廖爱森。台南溪北地区是开美红台的重灾区之一，市原蔡玉辉持续为灾民来发声，除了协助灾民申请国赔，现在更是呼吁台南市政府应该增加银资的补助。蔡玉辉表示，市府的会计存余款八冬来合计存258亿。你重大灾害的赈灾捐款全额嘛是有14亿元，应该体谅到受灾户提款补助，协助灾民渡过难关。凯美洪台造成台南溪北地区八种客洪患放弃，后壁淹水白河淹大水，市原蔡玉辉唔甘灾民受苦，除了是协助灾民申请各界赔偿之外，佮再度邀请到市府社会局来探讨补助款的问题，争取佮较侪淹水补助。淹水50公分以上呢，我们的一般的加护是有加码15000，好，然后加上中央的补助20000呢，是提高到35000元。那在中低收入户的部分呢，我们台南是加码15000，好，那加上中央的补助是提高到45000。那有一个比较我们跟以前不一样，有特别加码，就是说20公分到50公分未达的，一般的家户是5000，好，这个是加码的。那如果低收跟中低收呢，除了我们加码以外，中央也补助10000，所以是15000。咱政府公共设施工人应作为没有作为，导致灾民受灾蛮严重。咱比到台北市哦，还是高雄市，高雄市付这3000多亿，应该补助这个防水闸门的申请。啊，咱市政府好像我唔敢讲一毛不拔啦。那我们认为也太寒酸。那像足侪朋友讲的，我规个月要入，我开30-40万，政府你甲我补贴3万、4万、4万5，我都认为。咱有较寒酸血块。蔡玉辉指出，根据着审计部的资料显示，市府1905年到112年的会计剩余款有258亿元。另外，过去2002、2006地动专户，后来转做重大灾害救灾捐款的专户，内底嘛还佫有14亿5000万，以后有政府爱体贴灾民，提高补助的金额。对此，社会局是表示，这回淹水的补助拢有增加。目前1亿5000万的补助预算是按照着各公所申请的案件来统计，若是申请的数量有增加，嘛一定会补助较高。南天新闻的新雅采访报道。台南市南区民兴路到喜树路20巷这个路段，因为讲道路真矮，加上有大弯道，是已经发生过几啊件死亡的车祸，但很希望会当拓宽。伫立委陈廷辉协助争取之下，国土署将配合生活圈计划预算指引，中央补助1.42亿，地方配合款2.18亿，将来进行着拓宽的改善。有边上，这个看图未讲解看，而且两线道各有一个大大，而且转弯，这都位在南区的民兴路、甲这喜树路20巷的所在。因为这款的道路形态过去曾经发生过几啊遍死亡车祸，地方就正期待讲会当进行拓宽改善，最近嘛迎来着好消息。所以我们已经跟南国土署哦，咱的署长已经有报备，也希望我们市政府把它排为优先。那市政府也愿意在历经议员跟地方里长还有我们的蔡主委共同的努力之下，那市长也愿意来协助相关的工作，也希望把它摆为优先。所以在10月份在做审查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优先把它顺利通过。经过立委陈廷辉的招总争取，同时先后邀请到国土署、甲市府干部局、甲南区区公所等单位到处会勘，要求市府将这道路工程来优先来报予中央，嘛得到国土署而且答应将依照生活圈计划预算来指引进行拓宽。因为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喜树路，我们市政府所要协助的大概是61%的预算，那中央是39%。那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应该看得出我们台南市政府的诚意哦，所以我们也会积极努力来把这样的案子来彼此来把它用心推通。
推动通过，让我们这个案子赶快这个看到曙光。而且溪丘都市计划道路是指67-78mm的这道路工程计划，长度是720米，宽度是18米，地方补助1.42亿，伊的地方配合2.18亿，总共3.6亿进行拓宽，完成了将会当改善溪丘地区南北向的连外道路，降低路段因公限速所造成的交通事故，提升行车安全。南天新闻台谢德南采访报道。柳营区公所为了强化在地防救灾能力，特别办理撇烂收容处所以及疾病演练。今日一早是率先进行着静态灾情救灾议题探讨，随后刷到柳营国中来实际操演，希望透过安尼的行动，提升居民以及相关人员的防救灾意识，将灾损伤亡降到上低。凯美洪泰造成台南溪北地区多处的灾情，为着应着未来的洪泰地震来临的时阵，民众甲相关的人员会当冷静来应变。柳营区公所今日就特别安排撇烂收容处所的定期推演，甲实际演练。咱即卖灾害吼，像刚才讲的凯美台风啦，或者是地震，它是属于大规模，所以一次会开设很多的一个避难收容场所，不是我们现在既有的人力能够去负荷。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结合外面的志工也好啦，或结合学校啦，或者是结合一些已经有资源的单位等等，能够先预先去规划出怎么配置人力，甚至说有些资源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资源能有效的利用，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目的啦。今日演练分做两部分，一透早防灾变作人员先到民会驿站进行登记推演，讨论灾害初期到灾害发生了后的应变议题，随后刷到柳营国中来进行实地演练，包括着灾情通报、灾民疏散、收容、物资的运送等等，一一来演练。这届的凯美台风哦，应该估计要3-4千万，哦，要三四千万。你要看，所以讲哦，风雨无情啦，哦，小可叮当一个时阵哦，咱就要去做足侪工课，嘛感谢哦，咱在阮办遐吼，平时啊，就是咧做防灾即地，啊咧灾后复建即地吼，嘛拢真关心咱柳营。哦，啊，要灾后复建的吼，啊遐经费哦，咱嘛差不多整理好啊，吼，整理好啊。啊，有我后续的工作要继续做。规演练结束了后，公所嘛邀请到成功大厦防灾研究中心的博士来讲评。柳营区长吴干文随表示，感谢大家共同参与，即回做无好的所在要检讨改进，希望讲透过大规模演练。会当伫灾害发生的时阵，提升防救灾能力，将伤亡的灾损降到上低。咱台新闻台柳营采访报道。三乡区农会加入农业部牵线的农渔会互联网的行列，今仔日甲便利超商来合作，农会完成农村社区小铺的第三个阶段升级，同时嘛串联山区六个农会来举办农产义卖市集。基本所得将捐赠予创世基金会。三乡区农会超市街头外面变新的社区的小铺，今年完成第三阶段升级，同时嘛引进着包括店到店的物流服务，特别甲 OK Mart 来合作，和社区小铺的功能甲服务更加多元。会伫咧农业部的政策来交 OK 便利店合作，就是主要吼嘛要拓展咱农会另外一个诶网络服务，就是讲以后伫个。一个 OK 互联网，也是讲因一般诶网络商店订货，会当大家网络下单啊，定点取货，在咱专性农业会有据点，伫 OK 据点内底拢会使着领着货，所以做来互咱的消费者搁较便利，啊，而且嘛会当透过咱这个系统，甲咱各农业会农地产，包括农民青农哦，伊种植的迄个好的农产品。会当透过这个系统，伫个店到店吼消费者来取货，嘛更加便利。啊，伊今仔日三上农会甲 OK Mart 来合作着农渔会互联网嘛，正式来做着征采。透过着这超过200个固定物流系统，会当予全台湾各地农渔产品加一个销售交流的平台。我们现在购物，有些是在网站购物，有些在实体商店。那么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店到店的互联网呢，在全国的任何的农渔会的据点。跟 OK 的据点取货，那么非常非常的一个便利。再来，全国农渔会相关的商品可以透过我们这一个联合供应平台，加上物流配送系统，
每天定时定点可以配送到全国农运会。配合着这个互联网的精彩，农会马来合礁山区这个农会举办持续活动。为这个活动嘛，来结合咱的创世基金会来做这个公益活动，啊嘛希望讲有这个活动，咱今仔来这现场消费的消费者多多甲咱现迄个农特产诶青龙斗三工，啊嘛透过这个机会会当甲咱做公益。二十位青龙再来着新鲜农产品，甲创业农业做着展示，同时嘛摆出着二百单位，二百所地将专属关号创设去金花，和活动是老家个温馨。南天新闻台城山乡采访报道。度过风灾，台南马道文旦将伫咧八月二十号起陆续采收主持。虽然讲开辟风台造成马道文旦各批受损，还有六个大约两成，但是是伫咧当接收的范围。文旦品质、甜度、口感是维持水准。许瓦龙的表示，就算讲进入我的成本增加，嘛是自行来吸收，就是希望让消费者安心选购来过中秋。顶一回开辟鸿泰重创台湾农业，但又讲收割的原地性的伤害，迄伫鸿泰过后持续加重浮现。其中中秋节应景的水果文旦就受到外界关注。是不是影响到今年的产量跟价效？其实延续性摘取是一定有的，可是我们的农友，我觉得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像那一天农友的工，我的树还需要进流水，他们就在为那个树钻孔，或者是泡到水之后，他们就是带着头灯马上一直清洗，所以是会当下会有点伤害，是慢慢可能会把它救回来，所以哈，这个部分的话，目前短暂性会有，那可能明年稍微减损一下，可是我觉得应该还不是影响很大。虽然讲风台造成马道文旦果皮受损以及六个大约两成，但是拢是伫咧当接收范围。今年文旦品质、甜度、口感维持水准，农民更是表示。就算进入我的成本增加，希望农民自行吸收，就是希望让消费者安心买，持续回购。台风有影响到整个农民的采收的数量，希望说大家能吃到好的品质又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能接受，而不是乱哄抬价格的。虽然成本增加了，但是还是没有做调整价格，都是在一均价大概都是落在80左右。马道的文旦预计对八月二十号起陆续采收，一台斤大约伫咧80块左右，甲往年同款。民众的采巴时间赶紧落订单。咱听新闻台山马道区采访报道。新闻进行到这，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了继续了解其他的新闻消息。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长黄伟哲。预防登革热最根本的不二法门就是落实循道清刷，一起预防登革热，为子的健康共同把关。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梦怡。没有积水就没有病媒蚊，自然就没有登革热。我们在生活当中隐藏许许多多的病媒蚊滋生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清除。感谢乡亲伫咧广告了，搁倒来咱个新闻现场。爸爸是厝内底重要靠山，可能着有真济长辈因讲是社区啊拍拼，我都及时倒来庆祝。七个区树林古店特别伫咧父亲节即天举办庆祝活动，先是带着长辈进行运动，再搁准备鸡卵糕，甲大家做伙欢庆同乐。希望透过简单的活动，向社区即群爸爸表达满满的感谢。现场气氛是闹热个温馨，徛伫鸡卵糕的边仔唱歌庆祝，气氛真温馨。今日上午七个区树林古店是相当的闹热，大家唔能为当月份生日的人庆祝，同时嘛帮你来中家爸爸过父亲节。阮伫这个社区呢，目前读者已经啊八九栋啊，啊，阮逐日拢伫遮运动上课，啊，大家都非常好，啊，今日爸爸节呢。爸爸真辛苦，安尼做人个后生个人呢，爱依靠爸爸，吼、哦，爱对爸爸较好个。伫欢喜庆祝个同时嘛，感叹社区个长辈人数慢慢个减少，
因此里长希望大家会使走出家门参与活动，并且多多运动，心情较快活，嘛较袂乌白想。其实吼，看到今仔父亲节，其实我心肝内有足大个感慨吼。因其实原底阮个古店内底吼，四周年内底有十几个查甫个，吼，讲来讲爸爸吼，啊，即几冬来才九冬外来吼，差不多走要成十岁去啊，啊，所以就感觉。做虚名嘛，做感慨，是不是？爸爸，以前爸爸真辛苦，阿妈真歹，真有权威啦。啊，今仔拄好拄到父亲节嘛，嘛是爱无例外，嘛是爱替只三四个爸爸，加上我，吼、哦，嘛是爸爸吼、哦，五个人做伙做一下庆祝啊，父亲节的这个活动。每只爸爸拢是世界心目中全能的爸爸，是厝内的靠山。是好在场的长者拢感觉真欢喜，也真感动。今仔日就是父亲节，大家才趁着机会讲出对爸爸的爱甲感谢。咱天新闻台三七五区采访报道。今仔日是父亲节，基美合中心特别举办父爱传情甜甜奶奶完工关怀活动。除了荣誉长带头向爸爸勇敢讲爱之外，现场嘛分送予员工手做鸡卵糕加冰淇淋等等的点心。感谢当年嘛，献上父亲节祝福。吉米亚中心今透早是充满着温馨的气氛，伊让林红云亲手来做着双麒麟来分享给伊来这员工。另外一边的鸡蛋糕嘛，是伊来做伊来送。这老个温馨场面是吉米病院的父亲节的庆祝活动。那今天呢，我化身为一日店长，在这边呢，用鸡蛋糕啊，用这个冰淇淋啊，来服务大家。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纪念这个父亲节的活动，我们的父亲说：“我爱你哦。”伊长来表示讲，现在这社会民众是不简单来讲出着感谢嘛，正歹势来讲出着爱。吉米病院就借由着父亲节的活动，鼓励着员工透过着卡片，也是用录音方式来讲出着对爸爸的爱。我想今天是父亲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尤其是平常父亲工作常常很忙。那我们常常没有机会能够跟我们的父亲好好的传情，好好的说爱，所以趁这个机会，那也希望我们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父亲节的活动，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甜甜说爱。你想我这场活动，伊好嘛特别准备了真济甜点，甲这鸡卵糕顶来做分享。除了想参与员工会当食甜点之外，嘛先算为了着经济阵啊病院病感的这个辛苦。南天新闻台社音控蔡宏报道。那家区公所二楼的松鹤艺文走廊，多年来是举办袂少艺术创作展览，那让来访的民众感受到艺术的水，更是激发着公所当年对着艺术的热爱甲欣赏。在公所担任书记的林志强，自细汉就真介意画图。在区长陈启荣的鼓励之下，投入创作。这次举办首次的个人画展《鸟语花香》，为设立了四栋的松鹤艺文走廊带来无同款的意义。那家区公所二楼的松鹤艺文走廊，自1809年8月成立以来，办理侪侪艺文展览。唔那是有在地艺术家精彩作品，更加是有公所当人受到启发来投入创作。相信一场的展览，就是公所书记所画的美丽作品。刚好我们六甲这边，我们的八色鸟，哈、哦，所以八色鸟的话，算是一个夏季的一个候鸟，哦，就等于说，我们是不是利用这个那个我们的一个行销了，一个生态的行销，哦，把这个鸟的一个动态把它画下来。然后我发现哦，八色鸟画的结果非常的一个栩栩如生哦，啊，它的用色也非常大胆，它没有学过画，但是它用纯真的一个心情去画，会觉得哦，每一幅画都灵活灵现的、啊、哦，从在各个一年的时间哦，总共画了20幅了、啊、都是以我们六甲在地的。看到的鸟类为主了。林志强原本是一位游览车司机，一面之下进入公所来做工作。区长陈启荣意外发现伊的画图才能，因此鼓励伊多多创作。这回展览就展出六家在地出现的各种的鸟啊，非常的生动活泼。主要是一个司机哦，啊，逐工拢叫阮区长出去外口巡视，是这个六家区。啊，阮区长哦，伫这个。六甲区内底吼，捡一只鸟啊，啊我无吼，拢看只鸟真袂歹，啊我是讲甲画起来，嘿，
嘿，阮区长讲哦，啊无来画所有六家，会飞来食的鸟啊，嘿，啊即幅图就是代表就是迄个母爱，嘿。本厝的展览自7月31日开始到11月7日，公所欢迎民众来办公的时阵，会当到二楼来欣赏。嘛，希望讲透过展览，予大家了解，只要肯做，每一个人拢有能力会当自我实现。南台新闻第一台采访报道。台湾今日热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一个无细里就可能被热到。热天人定期的日常害，包括着热衰竭甲着痧。其中着痧若是无及时来处理，阁有高达30%的死亡率。面对着无同的热伤害症状，所患的预防，中医有刮痧、拔罐，还有穴位的热凝加地饮会当选择。这个礼拜是播出的斗阵来听讲节目。吉利合中心中医部庄兆宇医师，将会甲大家分享热天人常见的热伤害，以及如何透过中药的地饮消暑。欢迎乡亲按时收看。因为热天日头是相当的大，气温相当的高，一出门就是规身躯湿漉漉。这时阵身体会中枢调控温度，若出现着问题，就有可能造成着热衰竭甲热着的情形。那这个湿度的因素会造成，因为我们其实人体一个很重要的散热管道就是流汗。流汗。好、哦、啊，但是湿度高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汗排不太出来。对对对。啊，热就累积在身体里面。好、哦嗯，这个时候。当我们原本这个调节的机制因为这个热透不出来开始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定义叫做热伤害。热伤害。中医师表示说，这中暑跟热衰竭是不同样程度的伤害，中医师说机能退化还有体重过重的人以及户外工作者人士的伤害更危险。滚这个流汗多、哦、那如果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甚至一些电解质的包、开始会出现一些肌肉的一些抽痛、哦、甚至如果 原本有些年纪比较高啊，或者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你会发现一些水分的代谢会出现问题，它一卡丘尤其末梢也修改精进、嗯、那再来就是后面这三种热晕厥、热衰竭、热中暑，这就比较是、相对比较严重，比较严重了、啊、第一个就是它会开始出现一些血液循环的问题 哦，会开始头晕头痛啊、嗯哦、甚至稍微有一点意识的一些不清楚，不清楚、哦、那其实这个就相当严重，有时候甚至有蛮高的一个死亡率。所以一个伤害的发生，除了是疲劳、头痛、体温、心悸之外，更重有可能失去掉这意识，唔知人昏昏去。对这个伤害，若是无及时处理，后果是相当严重。要预防掉个伤害，除了是避开掉高温环境之外，补充着水分嘛，真重要。初期个伤害症状会当透过掉穴位的热凝加刮痧来有效。我们通常在刮痧或拔罐的位置，大概会在我们这个颈部有一个穴位叫大椎穴，它在我们的第七颈椎。可是大家如果不是很熟悉，没关系，就大概是跟我们的肩膀水平，嗯，好的这个周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穴位上，这个穴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散热的一个穴位。接下来的关于第一则单讯，直播到店来听讲，礼拜四暗时7:30在南天电视台第四频道来播出。这礼拜吉米亚中心中医部庄兆宇医师，用到大家分享的热天时常看到的一个伤害，以及如何透过中药的地饮来消暑，舒缓掉痧的不爽快。欢迎乡亲。请按时收看。新闻最后来关心点明仔天气状况。根据中气象所资料显示，明仔8月7日，当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8度到32度，降雨的几率是30%。再来关心沿海方面的气象，在东侧岸边沿海方面，多云局部阵雨透着偏南风效应。风力4级，阵风6级以下。继续来看明仔农民历，国历8月7日，旧历是7月7日，适合家传祭祀，禁忌安葬化土，放着圣地的6月刷当顶。以上是8月8日礼拜四蓝天新闻，我是林珊，祝你平安愉快。下回请继续收看蓝天新闻，咱再会。